的世界是糖果色，少年的世界是无限可能。走过20岁的路口，我想对自己说，我的世界还有很多未完成。我想去拥抱未来，完成我的未完成。其实真正对小动物负责，是始于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，全面地考虑自己的情况，是否能提供它良好的生存环境，这些都是需要衡量的问题。手千万不要伸进去，因为它的牙齿很尖。它的性情比那只白色的要稳定一些。一会儿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一个环节，因为是动物的一个领养。院长，领养人已经在楼上了，咱们上去看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一只就是我们要领养的亲亲。之前家里有养过狗吗？之前我在家里小区捡到一只7-8个月大的金毛，3个月之后，然后就被它的主人找到了，然后就送回去了。从那之后就对狗就有了感情，交了新女朋友，等于说想重新开始再养一只狗。所以是跟女朋友一起养。对，养狗过程中有没有了解到它每年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呢？对，也有。如果是领养回来之后是，跟医院沟通是我们需要打疫苗。然后打疫苗之后每个月定期的去体检，除此之外在喂食上也要特别的注意。那您的工作是什么？现在我等于说是做老师，就是给学生。所以做老师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固定的休息，稳定的，不会说像我，就是因为我也特别喜欢狗狗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老师要出差要去外地，就没有办法陪他。所以您有办法陪他的话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没错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因为养宠主要是陪伴很重要。陪伴，我觉得职业还有他对于狗狗的爱心能够感受到。可以吗，芊芊？啊，要问问芊芊，芊芊可以吗？芊芊默认了。那没有问题，您可以帮我签个协议。好，协议是一式两份，您带走一份，我留一份。我们都要按照协议去履行，好吧？在这儿，您的姓名，然后日期。把你的那个联系方式写给我，因为我会仔细的来看他。那么今天领养之前，然后给他做一个去中的免疫，避免他到新的家发生一些问题。滴到这个部位的话，有一个好处就是动物自己不会舔到这个去中药，就不会导致它出现一些胃肠道反应或者异常的。OK， 芊芊乖啊，芊芊。这个位置呢，它皮肤比较松，所以它没有那么疼痛。那我就给它打了啊。好，芊芊乖。不疼，不疼，哎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非常好。很棒，很棒。太棒了。我们就给它拴一个牵引绳，然后我们带它去找新的主人，好吧？那我们把芊芊交给新的主人吧，好吧？一定要好好对它。给芊芊带着吧，最爱吃零食。好伤感的。拜拜，芊芊。拜拜。乖啊，芊芊乖。你得好好对它哦。我觉得狗狗其实，只要你用心的、耐心的去对待它，它一定能够感受到你这份爱意，并且一定会一直温暖的陪在你的身边。小动物们，它们让你相信，这个世界上仍有温暖，杜绝弃养，文明养宠，因为你是它们的唯一，所以责任重大。走了，好。走了，再见，谢谢。